来，兄弟，我。你呢，跟我呢蛮个处，以后呢，你就把我当亲哥哥。不过我们那边的有点，就是江湖。姐，哥，我说实话，你这个菜还蛮到位，但是我就快请你上次过农历降落娃了。妈，跟他降落娃跟他是装一台人。给他出了陈大哥给弄个不要，我不要。耶，不要就是瞧不起我。装个跟你说啊，这江龙伯你拿回去之后呢，给他水一泡，泡完之后给他那个回锅肉小肉丝一炒，给他喂。我跟我都是整多了，拿了那个不懂你洗的了，去冰箱里面去拿看那个好菜呢，冰箱里面还有菜。哥，你不屋里还有冰箱吧？冰箱他妈带回去。哎呀，不要，我是问哈。你不打，不要就是瞧不起我。离我们的车拖了。去找何八子借三轮车，跟他拖回去。去哒。你这把是喝的云里雾里，找不到方向了吧？轮你了，你说话。你给我少说两句。哥，你不说嫂子，嫂子蛮好啊。哥，你啥说？不行的。哎呀，你不打不打不打。哥，你先拿起，你不过两套。你喝喝酒了，洋草不到，过不到就少喝哈。少说两句。哎呀，你不说阿姨了，阿姨蛮好啊。哥你，哎呀，黄你黄我，不行的。哎呀，你不打，不要就是瞧不起我。拿起，喝酒。哥，东西，妈妈，姑娘，我就来带走的。再见，走。兄弟啊，慢走，改天再聚。你就慢开跟我俩处，我就是江湖。